对丈夫的跟坚定心菩萨说呀，说现前的一面心体啊，它是具足的佛菩萨声闻缘觉天人地狱恶鬼畜生啊，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合起来就是现前一面心。要我们这样去理解正印识，地藏王菩萨还恐怕众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说，所以者何呀？因为一切有的心，注意啊，一切有的心它起分别，但是这个分别所有一切有法幻化的呀，没有真实的呀，众生当成真实的，但是众生的心有没有真实的东西呢？表现出来呢？有啊，懂吗？说在《楞严经》上头，佛问波斯匿王，说大王啊，你几岁看见恒河的？波斯匿王说，我大概是三岁吧，我妈妈带着我过恒河，我认识恒河的。佛问说，你今年好大了？他说有62岁了。他说你现在看恒河跟你那个三岁看的恒河有差别没有啊？波斯匿王答道，说我三岁看到是也是这样的，现在看到还是这样的，物质有差别，三岁、60岁、62岁有差别，恒河的流动有差别，它的见没有差别啊。三岁也是这样见，60多岁还是这样见，见无差别，说见性无差别。说我们的见看一切法的时候，见无差别，物质可变化了，一切有为法，假象，假象是随时变化的，能见的见性没有变化的，能见见于所见，所见全是物质假的，能见的见性是真的。说万法由心起，万法由心灭啊！由于你的心的分别，见的幻化的境界相，没有实体的东西，任何事物都没有实体的东西。你在这个地方悟知悟得到，你的见是实体的见性啊。不是眼睛看见这个见啊，说那个见性了知那个见性，嗯，啊，你要在这个世界上贪着找个真实东西，一切没有，一切没有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若以若电应周如是观，说你来看观看一切法的时候全是虚妄的，没有一样真实的，没有一妄不变的，没有一法常住的。那你就仔细观吧，仔细观吧。在佛跟在这个地藏菩萨跟坚金是说这说这句话的说这些话的意思啊，是显心的呀，心不变，心不随境转，心能转境，就跟佛一样的即通如来。说你的心被外边境界相转了，那就是凡夫啊。转变到神通，就落到哪一道？
和你准备的大小，对，这个联系我们自己生活当中，对，你就检查检查你自己的道理吧。你出家了，乃至我没出家信佛了，啊，佛怎么教授我们的？让我们观一切法的圣主一面，无常的，是变化的，没有实在的，因为它是有为法。一切有为法入梦幻泡影，嗯，那你观吧，观，观性体，嗯，所以一切的凡跟圣人所相差的，就是一个心明眼亮，心迷，眼也不亮，眼不是指眼睛的眼呐。是见性啊，不过一般通俗的语言呢，心明眼亮就是一个心性、见性，见性即是心性啊，心性即是见性。那么所有的这个色身，所有的受想行识、意念、缘虑、觉知，说这一切法。这都到心术法所说的变迁，心心所，咱不讲法相啊，啊，心有十一，心所有，不、啊，心有八，心所有五十一啊。说这些法全是随缘而生起的，假的，没有真实的。嗯，这意思。也是要么不要贪着一切法，一切法无我，一切法无常，一切法非真实的，这是分析，是吧？说地藏王菩萨跟将军菩萨讲，说一切有为法呀，都是入梦幻泡影的，没有真实的，众生不是这样的。就是看你对一切法的认识程度，说你看破了，咱们经常说看破了放下了，所以放下了心了，对任何法都不执着，都不起心动念，能做得到吗？你自己可以知道你自己程度啊，人家打你骂你侮辱你，你心里毫不动念，你跟赞叹你呀、啊、称赞你一样平等平等。嗯，对任何事物，你心不颠倒。心不颠倒就是说你正念现前呢、啊，观这些诸法皆空，都是无常的、无我的，那你就得到受用了。你在任何时、任何处。都是自在的，都是自在的。咱们举个例子说，生病啊，啊，在你生病的时候，你多关照一下，对，关照什么呢？这病从哪里来的呀？何者是病啊？假使你没有个肉体的话，病无处生啊，在哪儿生啊？因为你有个肉体，你这肉体是真的是假的呀？我说这话可能说这老和尚简直糊涂了，连身体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了。我不糊涂，我明白，身体完全是假的，包括你现在的识，母所说的心也是假的呀。当你病苦很重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把你身跟心分开？要是我们到医院开刀干啥的，医生跟你要打麻醉针，让你麻醉了，让你吃麻醉了，他就让你的心跟你肉体分开了。你食也麻醉了，身体开刀你不感觉痛了，麻醉药过去你又回来了，
如果不打麻醉药针，你用你的惯想力让你的食跟你幼体两个分开，这身体不是我，对，你另外有个食。有一个人他死过三次，他跟我讲，啊，他说当他时候这个食啊可能幼体又分开的时候，那脑子跟那什么爆裂一样的，对，他痛的极点，他痛的极点神识离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他看着往哪边看，十方虚空皆是黑暗的，黑暗的，就他都想，哎，我这是到哪里呀？他想摸摸他身体，刚才我受伤了，这一想糟糕了，他那身马上又回到幼体来了，又痛起来了，痛起来了，痛昏了，他时又离开了，第二次离开，离开了他又不痛了，好像在虚空，他想找个着落，他说我该到哪儿去啊？我到哪儿去治伤去？脑子里头还知道我受伤了，但这一想的时候呢，神识又回到幼体了，这回离不开了，痛得不得了，来救护人员把他救护走了。他跟我说，我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啊，在痛苦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让你这个识，这还不是心啊，是我那个识啊，让你这个能知的心跟你所知这个幼体让它两个分开，你能不能这样子做？最初做是不成的了，你常做就好了，常做就好了啊，不要打麻药针，你自己能做得主，能做得什么主？说这不是我，痛的不是我，所以在《楞严经》上讲，有觉觉痛，你有个知觉感觉痛，无痛痛觉，你能感觉痛的这个感觉，不痛，不痛。如果我们把幼体跟你那个知识的感觉那个感觉，你把它分开。当然是啊，这个功夫你最初用不大灵光，等你用久了非常灵光，你当年会用一年两年，功夫还不够，你还感觉着有时候痛，等到你真正用的了幼体贵，不要打麻药针，开去开去吧。大家看过三国演义吧，观音长刮骨疗毒都知道吧，他是个凡夫啊，他没学佛法呀，他这边下象棋，这边拨背式的刮那个肉，刮那个毒，刮那骨头，咔咔，那上下那好多人听到那个刮那个声音非常痛苦，他逍遥自在的呢，他把他的心跟他幼体分开，我是这样感觉的，我就实验。去年吧，这病苦很多的，感觉痛，就修这个观，你试验一下子，起码减轻你痛苦，特别我这骨质增生啊，就是每天没事折磨你，痛得很，骨头长，骨头长很痛的了，很自然的，一种是两种。痛昏了不知道了，那当然也不感觉痛了，是在你还感觉很痛的时候，那忍耐，咱们不是经常讲吗，精神战胜物质啊，你这身体是物质的东西啊，你用你的精神战胜它，有两种，一
有种那个人呢，烦恼特别重，恨心非常大，被人家打干啥，他就恨我，一定要报复。这样，我问痛不痛？不痛啊！这是烦恼的，这个不自在，他真痛啊！打中了，他昏过去了。我刚才说修道者的，他不昏，再痛他都不昏，肉体消灭了他也不昏。为什么念佛的人升极乐世界啊，或者修道人到临命终时他能够自在啊？平日的功夫到那个时候临时就不行了，因为有心的分别，如果你这个心没有这个心的分别，这就是说精神战胜物质，你身体是物质的，它不属于精神的。说是老了你心里很强，你心里从来没个老子，克服它。如果你克服不了，那你说我就是老了，腿了也不灵光了，脑瓜也笨了，手也抬不起来了，能不能克服呢？我感觉着可以克服的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克服的。去年为什么我由下五台山来呢？这就是我克服的原因。黑着的一两点钟又起来想解小便，可起不来了，胳膊动弹不了了，我说在家可糟糕了，这不是这胳膊就抬不起来了，动指挥不灵，脑瓜啊没失灵，精神还能指挥，就想举个胳膊举不起来，瞅着他动弹不了，我说这家伙糟糕了，这回不是半身不遂了，整身不遂了。我就尽量用力量挣啊，大概有这个从一点钟到三点多钟吧，渐渐的这个胳膊能活动了，我拿这个胳膊活动这个胳膊啊，见着活动打这么能活动起来，我就不敢再倒了，也不敢醉了，我就一直在走。后来经过有四五个钟头吧，那太累了，走不动了，坐下了，打这么就灵光了，没有再来第二次。假使那会儿到那不动，不是半身不遂啊，整身不遂了，动不得了，也冲破了。所以心能够转变物质，这个道理大家相信，心能转变如此。我在上课说不上来话了，上不成了，讲楞严经，讲到十番显见的第三就不行了，就停课了，到现在也没有在五台山没恢复讲了。我说这样不行啊，活着不能讲课，和活着干什么，还得讲啊，是不是？在五台山因为山上太冷了呢，我就下到太原，到太原又打妄想说到台湾去一下。我就跟我们台湾道友联系啊，这就来了，现在也讲了也好了。社会上讲，一般社会讲精神战胜物质，咱佛教讲心上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这个肉体啊咱们可能战胜它的。用什么战胜呢？用佛教授我们的方法，放下看破就会自在了。如果是你有病，三分病
在家里七分的挂念，完蛋了，你爬不起来了。对，还有说癌症，我是直肠癌，可能大家知道，80岁开直肠癌，医生跟我说，说师傅啊，你这个就是好了啊，你也活不到5年呢。那80岁开刀，这害这个直肠癌症的，最多最多的活5年呢。但是呢，我今年整整15年了，也超过了一切的一切事物。他是以心为主导的呀，看你怎么用心。我说这个意思就是，一切有心起分别，是你心起分别。你把一切事物看成是幻化的，多生欢喜，莫生烦恼。哎，你一天多笑几回，啊，多笑几回，任何烦恼事儿到你这就化为乌有。你不要随着事情转，你要转事情，无论什么事情现前，你把它转了，反正这个世界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空的，是假的。一天你这样想，真正遇着你烦恼来了，你说是假的，是假的。我记得体贤老法师有那么句话，啊，在他害病的时候啊，他弟子问他说：“老法师啊，你修修假观吧。”他说：“观是假的呀，痛还是真的。但是，一定要精神要转化我自，万法从心生，万法由心灭。所以从凡夫的，莫要想成佛。”那你得转化现实啊，我们现在是在烦恼啊，整个的生活在烦恼当中啊，贪嗔痴慢疑身边戒禁邪，你哪样拖得到啊？你把它转化了，过去得不想它，过去都没有了你还想，这是我们最大毛病。过去的还要把它拉到现在，一天放不下想过去，那过得过去了吗？哪还有了？拉不回来了。还有未来的计划，万万年，你计划什么？这你寿命几十岁？这人无百日好，常怀千日忧。未来的还没来呢，你管他去呢，来了再说。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你不去想他。未来还没来呢，也不管他，啊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不停啊，昨天不是今天了，今天马上讲完课，就完了，那等明天再说了，明天又不讲了，明天是明天，现在不重。假使说你能够把昨天的事儿不想他，今天的事儿不重。明天的事儿没来呢，管他去呢。你能够要到这个程度啊，我说你已经虽然没成道啊，起码你没得烦恼了。人家烦恼是怎么升起的，你自己找一找，想一想。过去唐朝有个宰相叫于超嫩，那果司皇帝请那果司来，他宰相当时候在跟前了，他在跟那果子说：“果子啊，我想请问你啊，烦恼从何起啊？何者是烦恼？说烦恼无明从什么地方生起来的呀？什么叫烦恼啊？”这果子瞪他一眼：“那个奴才也问佛法。”再加他火了，他说：“我虽然是奴才，我是皇上的奴才啊，我是宰相啊，我在万万之上，你怎么这么轻视我呢？都冒火了。”那果子说：“你别发气啊，烦恼从此起，此就是烦恼。
这就是无明，无明就从这起的。李少南当下就开悟了，他给他磕头顶礼，拜谢他。这是因机说法，大家想想啊，我们是不是能这样也开悟？对。但是往往的一句话，触动你过去的灵感，一下就开悟了。开悟是积累的，大家信吗？我可给你们作证，我小学没毕业，我没的文化，到了佛学院，人家带古三佛印根本不收我，对，人家都是学华严的，都是大学生，华严大学。但是我两三年为什么就能进入了？后来我到青岛，我就学四简法，四书五经什么都学。我比别人可能优越一点，脑袋瓜特别灵，学了就不忘，学了就不忘。对，现在我给大家讲的，乃至于看小说什么，我都把它融回来。我有时候讲故事，特别讲讲啊，涉及因果问题啊，我就跟人讲济公作案。你在乡下讲，很多道友他没得什么文化的，你要讲讲这故事，他听得蛮有趣儿。啊，蛮能进入，因果报应啊，就是这个，他就信了。啊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只要你明白，世间法就是佛法呀。离开生活还拿去找佛法，信吗？你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随时。把你这个分别心观想这个当前事物，让它不起分别念，遇到烦恼的了你放下，不烦恼那假的，最高兴的时候你也知道这是假的，不要把它当成真的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一切都过去。特别你在苦难当中，你应当看着一切法入幻，这我可以给大家作证啊！我住监狱不是少的，33年，好多年轻人还没我住监狱时间长呢。从50年做到82年，50年元月份，相信诸法因缘生，但是诸法因缘生，因缘也是能灭诸法呀。诸法也是因缘灭，一切有心所起的分别，幻化的不是真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何必还想不开呀？现在我们这里头有些道友给我写信，啊，工作当中了，生活当中了，啊，希望当中了，那很多了，不如意了，哪能都如你的意呀？你生的娑婆世界。生到这个烦恼当中，你从未学佛放下看破不烦恼，那就入你的意了。让人家入你的意，你问问这个世界上从当总统的乃至一个逃犯的，你问他没有如意的时候，除非你了了断了烦恼了，学佛学到深处，而且还能行，你就如意了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学什么法门都有一个中心的思想，无论哪部经它有一个中心思想，中心思想是一个，不是这部经那部经，哪个经都是无常苦空无能，但是这个分大乘小乘，对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把一切的所学的佛法用到你行为当中，特别用你思想上，你就成了，起码你能断烦恼，特别不顺心的事儿，
你如果会想，就这样想，人生就是这样子，灾难就是这样子。对，有好多人问我，33年监狱怎么活出来的？我说你看我现在活得很好啊，不但活出来了，还活的寿命很长呢。嗯，对。所以说，佛法讲万法唯心，咱们现在正讲万法唯心，这个心呢，具足十法界。所以在四教讲3000性相，就是你现前一念，能够理解吗？经上说的话，你必须得用脑子想，多种思想斗争，不然你怎么进入啊？你别当文字看呐、啊，学佛经不是文字啊。是要赋予行动啊，就是经常叫你怎么做你怎么做，你做了试试看，完了生死怎么了啊？拿不经得了生死，说放下，放下了就自在了，他就是放不下啊。烦恼，这里有好多道友有的给我写信说烦恼，我也不能跟他直接谈话，烦恼拿在哪儿呢？你拿出来给人看一看嘛，你拿不出来，烦恼是无形无相的呀。烦，这个大家很知道，很不难定嘛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，这个你身体你容易，你的心里呢你就控制不了了，一会儿跑这儿去一会儿跑那儿，就现在在这儿听课，他想到他汽车，想到他外头家庭，脑子想的很多呀，他就不能够专心一意的，能够不起分别吗？凡是一切有分别者，都是幻化的，没有真实的。你做入世观吧。所谓识、受、想、行，和思想意念过去，过去也在思想里头打主意，这个事情啊做错了，我应该怎么样改？那过去了，你改也没完了，不要想它了，过去了，已经过去了，放下，大家锻炼的，昨天的事儿不要往今天了。信他去，你能够这样的放下呢，你自然就自在了，就没有分别了，因为都是假的。如果这个道理不明明的都人人都知道啊，就是做起来不行了。你说哪个小孩子从妈妈生下来之后一丝无挂吧，他带来什么来了？他带来什么来了？大家想，包括咱们自己，你从你生下来带什么来了？什么也没有。你走的时候，你能带走什么东西走？很简单道理，人人都明白，就是贪放不下，没完没了的贪。你贪多少，你走时候一件也带不去，包括你的身体。你死人就火化了，化了变成灰了，你再修好的坟墓没用处。那现在大陆上有很多土地，那古来的坟，那汉朝的那个坟都挖了好多呀，那快2000年了都给他挖了，那2000年还是很短吧，你能存什么？没有的，任何也没有，本来一切诸法皆空，那众生就是放不下，你放不下你也能保留什么？咱们眼睛都看到的吧，100年前的事儿还能存到吗？我经常跟我们北京的道友，跟北京道三问，我跟他讲，我到北京的时候，北京才26万人口，现在1000多万了，
那时候的人呢早没有了，他能知道北京城八门八关全拆了还有吗？一切事法每个现象社会上天天告诉我们入幻入化，我们就是幻化不了。没有真实的呀，所谓的识受想行意念缘律觉知一切法种种心素，说心里所产生的种种的想法了，你说是青的是黄的是瓷的是白的，没有颜色的了，什么颜色都没有，心肺种种色呀，还有长短方圆大小吗？妄想执着，对，因此说到这十方虚空一切世界，你要找你的心的形状能得得到吗？没有。而且方的可以变圆的，圆的又可以变方的，无穷的现象变化，世界上不是这样的吗？为什么要执着？因为过去的根深蒂固的无明，咱简单说，无明是根本，什么都不明白。无明就是不明白，不明白什么呢？不明白生死怎么来的，不明白为什么要叫苦，什么叫苦，什么叫乐，有标准吗？苦乐本来没有标准的了，这都是虚妄境界啊！为什么把虚妄境界当成真实的呢？说颠倒，所以说迷，这就叫迷，叫迷。但是我们的心不知，自己不知啊，谁能知道自己？说明天就要死了，没有一个人能知道。还没，总是想明天绝对死不了，明天还有明天，绝对死不了。嗯，对，都是这样想法嘛。直到突然发生意外嘛。看一切有法，这是虚妄的呀。随时可以变灭的，你所起的觉知想法来嫉妒哪是我的，哪是我所有的，而实实在在的一个觉跟知没有真实相，就是妄想嫉妒，以这个妄想心所想的都不是有实体的东西，不可见，都是可坏相，谁能倒在这个世界找一个不坏的东西有吗？谁能找到说这个东西不坏？世界上没有。所以一切言说，说把言语作为标准呢，说隶书做说，这能做标准吗？前人做的后人给他推翻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且是实实在在是没有。但是这无始劫来的你的业障熏习而成的熏习因缘，是大乘喜讯论讲的啊，说你入厢房里就竟是香气熏习，说你身上自然就带着香气，你入过一天的像在北京搞清洁卫生的掏粪的，他一天的跟大粪来做交易来做工，他一天洗几次澡还是不行，人家离他远远的，他身上就秀气，看你做什么职业吧。
业你可以自己选择的。为什么不选择善业，净选择恶业呢？所以我们经常说业障，这是一种。另一种无始劫来熏习的因缘，心缘，把一些个虚妄不实的东西当成实有的。嗯，而我们这肉体本来是要坏的，嗯，但是为了保护这个肉体啊，那不晓得用了多少脑筋，把个虚妄境界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保护不住的。你要看破放下，还多活几年，越执着越怕越有鬼，他们说这么句话，越怕越有鬼啊，越想多活几年呢，寿命就是越短，越是那个讲卫生保护的不得了，嗯，现在各种癌症无缘无故的害了癌上了，癌上就没办法，很多能有你意志会选择的吗？一般要想长寿，另一方面什么坏事都做，消耗肉体能长寿吗？因为由于妄想心故，由这个心生起种种法，种种法又影响你这个心，让你执着念念不舍，嗯，得意的就想得到，你不高兴的就想舍掉，在你为了求得失的这个心呢，不晓得用了多少脑筋，还是没办法，舍的舍不掉，离也离不开，得也得不到，就去想求得，得到还是虚妄的，因为它没有实体的。但是你是你肉眼见看不到，是心里所想的也想不到，因为这里头有一个熏习因缘，无始时来的业障，就是熏习啊，熏习又发现行，现行又积累，积累又变成种子，因此呢而产生了种种的错误，种种错误。要想究竟这个错误啊，多念念地藏菩萨吧，啊，阿弥陀佛。